谢谢，你的戏杀青了啊！恭喜小姐姐，我们演员再见喽！恭喜恭喜啊！演员再见，演员再见，我们下场，准备下场，准备下场，准备下场！哎，演员，导演，谢谢您给了我这次机会，圆了我一个梦。也谢谢您跟我说了实话，点醒了我。 从小到大，我都挺顺利的，加上长得还行吧，别人都捧着我，也没听过什么大实话。虽然您说的话挺难接受的，但实话比什么都重要嘛。谢谢你，加油！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嗯嗯。来，换场了，换场了，站住！赶紧的，机器，站住！好，好着呢，站住！站住！ 姐，既然咱们都杀青了，那就先休息几天，然后再继续建组。这磨刀不误砍柴工嘛，啊！不跑了，我不干了，以后都不干了。姐，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是啊，我刚才跟导演喝了两杯，还顺便拒绝了他下一部戏呢。 你是不是喝大了？我们这就回去告诉导演，你喝多了，说错话了，让他别见怪。开玩笑的，我就是不纠结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那么想当演员，其实我根本谈不上喜欢。我就是想红，想当明星，想把在女团丢掉的面子都挣回来。可要强争脸。 这没错，可是我看着暖暖，我突然觉得我错了。暖暖是真的喜欢，真的投入。他早就把那些梦都丢掉了，利利索索的。他现在做的是脚踏实地的一份事业。你看，到底还是让韩彻说上了，娱乐圈不适合。你别这么说。 我难受，你不是不适合，是没必要去适合。
你有什么好难受的？我是谁？我可是韩雪，我是普通人吗？我就不信，我跑遍整个世界，就没有一份让我扬眉吐气的事业。 来了来了来了，你先放那儿吧。啊，好。我这个。暖暖，过来一下。好。刘暖暖，过来帮一下忙，拿着你的电脑。 叫进来又不说话，哎，没有这样浪费别人时间的好吧？来，你说你要我干嘛？端茶倒水，喂饭，干你自己的活。那你要我进来干嘛？嫌你在外面太吵。我真的是越来越不理解这位大魔头了。算了算了，反正我根本没理解过。 去趟摄影棚。什么？哎，哎，我是下班了吗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？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，哎，是什么情况？啊？这就是带我来考察的摄影棚。记错日子了。记错日子？你居然会记错？ 除非天塌下来了，我才信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，今天就是跪着我的。如果那些女生的眼神能放箭的话，肯定早就把我刺成刺猬了。你吃不吃？今天来公司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？不过你，哇，好好吃啊！你姐跟我说的含含糊糊的。 我还以为你只是个海带呢，没想到你挺厉害的嘛。嗯，我怎么那么爱吃鱼啊？哪有猫不爱吃鱼的？喵。其实你是想负责服装的吧？为什么不说？Alison 先说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你没有上班，你不懂。职场有职场的规矩，嗯，而且在那种地方抢来抢去的，多难看啊！刘暖暖，想做的事情，要自己争取。是啊，我最想做的那一趴没有争取到，但是你放心，分给我的工作。 我肯定会把它做好的。我太累了，虎哥，妈妈一会儿给你铲屎啊，别急别急。虎哥，我跟你说啊。 现在妈妈公司里的那几个女生啊，恨不得把我给撕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又没办法，只能把我当成韩志的唯一信息来源，各种的讨好，你知道吗？今晚看完，明天考你。什么呀？我又不
是你，我不。再说我今天已经累了一整天了。啊，不是说交代的工作都会做完吗？哎，臣接旨。好好看。来，起来工作，懂给我听。大哥，你总算接我电话了。那张主视图是你自己要求改的，你啥时候给我？我还要着急进3D 呢。3天之后。3天？你不是还有那个 HOCO 的拍摄？难不成你打算天天通宵改图？哎，算了，我改到下周吧。不用推迟。爸的，我可以叫我对不对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这么早？哎，老板娘，我昨天订了一批花。啊，你就是刘小姐吧？就你一个人啊？啊，这么多花，你拿得了吗？拿得了。幸亏你在网上预定了，要不然这些橘红、紫红色海芋现在货都很少的，都是一来就被抢光了。你看看对不对？我看看。都请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来这么早干嘛呀？衣服且拍着呢。拍这些花儿干嘛的呀？啊，我是想拍饰品的时候用，多一点备选。哎，这个可以抬过去了。你把那个花瓶挪到中间来，然后你把沙发整理一下。你坐到沙发上，我测一下光。不升起来。模特什么时候到？我现在就去叫。灯再亮一档。衣冠过来点。逆光再加强一点。Bravo！ 有了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！色光往里面来一点。刘哥，这好容易休息半天，又见暖暖去啊？你收买了果果？什么叫收买啊？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个说话什么时候能像你形象这么漂亮？哎，那就完美了。人家果果是咱公司里边拿工资的员工啊，你也甭怪他。
啊！当初续约的时候，公司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干涉我的个人情感自由。韩晨啊，你喊我一声哥，我呢，也把你当一个亲弟弟看。今儿我坐在这儿，我不是你经纪人，我就是你亲哥。我想跟你推心置腹的说几句话。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啊，行吧。柳哥，你平时对我确实不错，有什么话，你就说吧。艺人这职业跟其他的都不一样，你们是在给粉丝卖梦，这个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想跟你这样的人谈恋爱的梦。 这个梦很强大，所以粉丝他都很狂热呀。但是，这个梦也很脆弱，轻轻一碰，碎了。我不是反对你跟暖暖啊，暖暖这孩子不错，吃了不少苦，你呢？ 少了一点层次。哎，韩老师，您觉得用花做一点层次怎么样？暖暖，我们想用点你的花，可以吗？哎，这花真不错。韩老师说了，这置景啊，去点层次，正范畴呢。那如果韩老师，谢谢啊。 走啊，韩老师！来来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，哎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来，给你，谢谢啊。 老邢，咱们棚就租到9点，咱们现在已经8点了，视频部分根本来不及了。哎呀，糟了！我跟韩老师合作太投入，忘了看时间，怎么办？我刚刚有几套衣服没拍好，要补拍呢。那怎么办？毕竟服装是主打，咱们先把重头戏弄好。你看视频的部分，我待会儿打电话跟 Helen 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明天补拍。大局为重。 这组差不多了，你们换下一组吧。行，我也想想办法。OK， 结束了。好，服装部分拍摄结束，大家辛苦了。啊，韩老师辛苦了。你先拍张照吧。你好，你们这儿租到9点，是不是可以关棚了？ 不好意思，我们需要继续拍。这个韩老师工作时间只签了8个小时，已经超时了。超过的费用我来付。我很贵的，你付得起吗？能分期吗？哎，刘暖暖，你别闹了。韩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就给 Helen 姐打电话看。
我的想法是在鹅卵石的青苔上面拍，你有什么补充吗？有，洛基夫的花是脉络特别美的花，你看这些干花，它脉络更明显、更清楚，很有骨感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想用这些死掉的花来强调强烈的生命力，这样有个反差。很好，就这么拍吧。这你什么时候弄的？一直啊，你们在拍的时候我在剪花，然后把它烘干。用什么？微波炉。有一点小聪明。开始吧。看你的眼神藏满了我全部的注意，闭上也关不住的情绪。都挪一下。你的微笑在心中泛起的涟漪，怎样也抚不平的欢喜。因为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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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爱情，不会啦啦啦啦啦啦最后的背影，想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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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比我想要的、想象的还要美，它完全懂我想要的。怎么样？给你五秒。完全是我想要的，谢谢。继续。还有什么没有拍？这个。来拍这个吧。靠近一点。好。这是纪念一下我们这次幸福的拍摄。切，还幸福的拍摄？开车吧你！开车吧你！顾丽，你知道吗？韩志有多厉害？就我说的方案啊，他就是秒懂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秒懂的，他简直就是秒懂了，然后就是。那个颜色拍出来也特别好看，我就是喜欢那种金色和银色放在一起，然后跟那个韩彻真的很不错，这片子我看设计部也挑不出什么错来。李烨事儿归事儿，拿专业镇他就行。HR 那边催我了，暖暖和乔乐欣之间到底留谁？你觉得呢？要我选，能干活的，又听话的，还不挑活的。那就听你的呗。好。嗯。Helen 姐。哟，脸色这么难看啊。Helen 姐，你看到样片了吗？鹏飞公司已经付过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打扮漂亮一点来上班。哎呀，胖死我了！什么高热量都不要叫我，我得吃草一个月。你呀，你把你睡前那一杯小酒给戒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也好饿，我都可以吃，我也饿。
是这样的，今天韩老师过来交片，所以我顺便请他吃个午饭。毕竟他之前也帮我挺多忙的。暖暖也帮你挺多的呀，你怎么不一块请来？对啊对啊，因为餐厅是提前订好位的，两人的，临时加人的话可能不大方便吧。嗨，没事儿，我就想去楼下吃一下水煮鱼，随便吃吃。水煮鱼挺好的，一起吧。对呀，水煮鱼多好啊，大鱼块是最小的，水煮鱼好呀。这鱼啊，非常好吃，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，我感觉韩彻才是他们最想吃的那条鱼。听说您的工作室在工业园区，不知道在忙什么艺术大作呢？好好奇呀。韩老师在准备一个敦煌大展吧，用的可是全新的 MR 技术，我真是非常期待呢。什么叫 MR 啊？就是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。韩老师，你们工作室要挖墙脚吗？你看我们家乐心啊，知识全面，去你们那儿负责媒体这一块肯定特别棒。谢谢韩老师。哎呀，这么大一盆鱼，我根本吃不完，你们吃得完吗？要不谁打包吧？要不那我打包吧。家里冰箱满了。哎，你们别误会，他是房东，我是租户。是吗？我可从来没有收过你房租啊。他姐姐的面子。我住在他们家楼上，完全碰不到的。就知道你爱吃口味重的。这次的视觉效果确实很出色，我很满意。难得咱们列总点一次头，看来这位摄影师确实厉害啊。为了能够跟他合作呀，刘总，您是真不知道，我们市场部可真是下足了功夫啊。我在想，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，我想接下来的解构的宣传视频和春夏大秀，要不然一口气都跟他签了吧。很好，其他还有什么吧？没有就散会了。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件小事，设计部需要一个部门助理，报给 HR 已经两个月了，迟迟没有动静，我不得不在会上催一下了。我们已经在尽力了，已经尽力，这不是喊喊口号。设计部是公司的核心，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，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散会。副总，你留下。好。你那儿有个实习生叫乔乐欣是吧？是。他爸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是他姑娘特想留下来，那就留吧。你为什么要误导大家？都是事实，怎么是误导？就是在误导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是那种关系。哪种关系？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装傻啊！男人的名声难道不重要吗？啊，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警告你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公司。那恐怕你得失望了。嗯，这是这次大片的全部资料，你给设计部那边送一份过去。什么？行行行，你先去医院吧，
怎么办？二号模特路上出车祸，来不了了。再找吧。我上哪找去啊？那烈总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我能怎么办？自个儿把助理们给骂走了，这都第五个了。你好，我找黎碧琪。什么事儿？碧琪姐。你多高？168。体重呢？42公斤。不是，这怎么了？哎，就他了，快给他量下围。啊？别动，懂不懂规矩啊你？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列总来了。开始吧。转一下。这里把裙摆收进去10公分。哦不，8公分。还有这儿褶皱太多，放开一块。擦破皮了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我怕影响你。擦一下吧，给他拿个创可贴。好。脖子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。韩老师啊，你说，如果我要学设计，需要什么条件？有天分的，先和达芬奇一样画3天鸡蛋；没有天分的，就早点放过设计，早点放过自己。刘暖暖，你要是想吃鸡蛋，冰箱里面有。我只是随便画画。你该不会……我不想做设计师。想也不丢人啊。但是，我从小都没有学过什么美术基础，你说，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戏啊？基本功是很重要。你看，也不算无可救药。你侮辱我。学不一定能成，但不学就一定成不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敢画第一笔。你那儿有个实习生叫乔乐欣是吧？他爸给我打了个电话。设计部需要一个部门助理。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副总又能干又厚道？进来。副总，这是这次拍摄的报销单，麻烦您签一下。好了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听见你和人事主管的话。在哪儿听见的？在茶水间。哎，你说这事儿能全怪我们吗？我一共给他们设计部啊介绍了5个助理，是5个呀。小声点，哥加入。你说他设计总监留不住人，能全怪我们吗？现在
就找我要人。所以你找我要人。所以呢？我不知道合不合适，因为按理来说是您找我进来的，而且很多机会都是给了我。说重点。我想去设计部做助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觉得在市场部待的不舒服，还是觉得副总我对你不好，或者说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信心，没有能力能够 PK 过乔乐欣呢？没有没有，您别误会，我在市场部学到了非常多，而且我跟乐欣的竞争是光明正大的。之前胡总的事情您也一直护着我，我是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您。但是通过这次的拍摄还有最近的工作，我发现我对设计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。你的想法倒是一个好的想法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设计部总监助理这个职务啊，看起来是一个打杂的活，其实要求挺高的，你什么都得要懂。而且你也知道，设计部总监列总他是咱们公司出了名的高标准高要求。而且刚才你也听见了，他前面的五个助理没干到一个月主动提出辞职了。你有信心能够拿得下这份工作吗？有。学不一定能成，但不学是肯定不成的。我愿意努力学。你呀，心气儿挺高的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好吧，这个事儿我跟人事主管说一下。谢谢副总。没想到是我把你从门店调上来的，到了最后我却把你拱手送给了设计部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是我带出来的兵，不管走到哪儿，绝对不能给市场部丢脸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做得到吗？能。啊，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睡了多久？一个多小时吧。我还以为只睡了十几分钟。哈，这是一次质量很好的深度睡眠。最近很累吧？在同时推进两个项目。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？我养了一只宠物。宠物？养了一只猫。为什么会养猫呢？这个心理状态能不能给我说说？猫其实挺难琢磨的，你得顺毛捋，不然就发脾气。但是它撒起娇来，你又忍不住不管它。既然这么麻烦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养呢？是挺麻烦的。宠物确实是有治愈人的神奇功效，而且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养只猫确实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从检查报告来看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错，希望你继续保持。为什么院子里有猫，厨房里有它，就这么像一个家呢？呀，回来了。暂住须知补充条约，用完厨房应立即收拾。那我也要补充一条，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暴露任何私人关系。那扯平。来，给你尝尝，这是我亲手烤的小耳朵蛋糕，
你吃吃看，蛮好吃的。奥利奥配什么东西都好吃。我不吃。嗯，也对哈，我都忘记了，你不喜欢吃甜的。那没关系，我明天给新同事吃。我看你就是给新同事烤的吧。我这不就是害怕吗？你又不是没见过我们李总监，你知道公司的人是怎么叫他的吗？李莫愁，女魔头。你不是喜欢设计吗？我是喜欢呀，我是觉得比市场啊、销售啊这些有意思多了。你看什么模特啊、纱裙啊、美美的画图啊，高大上，简直了！哎，说不定我有设计的天分。呵呵。碧琪，听说列总新来的那个助理是咱们上次做模特那小姑娘。是啊，市场部调过来的，是个啥啥都不会的菜鸟。下注吧，2周一定虐哭走人。我赌1周，输了呀我请你们都吃饭。我赌3天。快收拾干净。希望原因都是我难言的理由，甘愿退后，可想念不由我。怪命运来捉弄，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。察觉了你偷偷冷落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再。幸福。